我们还要再得到新的技能，对不对？OK，解锁了。我最多只能带两个技能吗？全都可以，好好。 OK， 没问题。来了，第四章节的。Buckle Decision， Let's go。 只要嘴巴不要喝到就好，有点道理。这罐不是香的吗？怎么是下水道怎么那么臭？那天是不是说香的吗？没有黄色丑鸭鸭。鸭鸭不会是等一下会来追我吧？ 靠背，等一下啦！怎样了？不是。 Yes, your corpse will float too. 什么很香很香？你们不是说第四关很香吗？是这个鸭子很香是不是？北京烤鸭很香是不是？这个感应红红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它会突然站起来吗？就是那个鸭子会突然站起来吗？没有红的就是假的。可是都是红的，你看那只鸭子也是红的。 红的鸭子这么多，怎么样算经过？这只嘛，啊，我怎么样算经过它？这样子算经过吗？我靠，它突然就生气了，鸭子突然就生气了。啊，我怎么不能放技能啊？原来我锁定到了，我在脑。 这只也是真的，这只很气耶！啊，不是，我没有经过它，它突然就起来了。<笑>这两只是真的吗？这只是真的，哈哈，哪来那么多真的鸭？压力山大。啊，好啦好啦。 不管怎样，你都会生气的。啊！啊啊啊 ！Play dead, and maybe it'll leave you alone. 啊啊啊！新年快乐，请你吃鸭掌。<笑>嗯，那你怎么突然又生气了？不是一开始没有你这只吗？怎么回事啊？ 巡逻鸭，冷静冷静，那只巡逻鸭现在很气，然后我前面这边有一只在装死的，装死鸭，它生气啦，鸭子生气啦。 哇，那只也生气啦！不是不是，我怎么绕回来了？他应该过不来吧？不是，他偷闯过去了，你妈的！不合理，不合理！哇靠，牛丫丫！ 你这次走这边，那每次走中间都没好事。我操，走这边更不好。不是不是，两边都是坏丫丫。
坏丫丫不管了，走开。这只也是坏丫丫。哇，卡住啦，卡墙啦！等一下，我卡住了。啊啊啊啊！呜、啊！这、哦、啊，安全安全呐、啊，四鸭一只啦、啊！啊，这游戏怎么跳？这游戏不能跳，这游戏没得跳，他们一直在舔我。闪现，要我死不了了耶！拜托你支我。让我早死早超生啊！他也吃不掉我，完蛋，我死不了，我卡 bug 了，我们这只能重新开始了。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卡 bug， 哥这样重新开始，我全部要重吃哎！干，我被制裁了！哇塞，这只鸭鸭会动哎！啊，不要经过他前面看一下，那就不会动了吗？不是白痴，哪个观众说的？丫丫生气的，是哪个观众说不要经过他前面的？他很生气啊！快逃啊！他好生气，不是那只也是坏丫丫，不是不是，我没有靠近你，不要不要，不管了啦，走开啦，你也很凶是不是？你是坏丫丫吗？你是坏丫丫吗？你不是，你很棒。坏丫丫来了。闪现失败，还有谁是坏丫丫？是谁？你是坏丫丫吗？你是坏丫丫。Yes, your corpse will float too. 噔噔噔噔噔，这是什么意思？新内容解锁。哦，我靠，那边有一只坏丫丫。You've gathered half the shard. 不要，我收集一半了。天哪！来了，全新的丫丫乐园。开这个门，新的领域。那里有一只坏丫丫，快逃！不是不是，这只也是坏丫丫。谁啊？丫丫禁止移动，116。啊，他怎么突然生气了？冷静。我靠，这次怎么也生气了？不对不对，
冷静一下，鸭子冷静一下啊！冷静，这鸭子真的好多哦！天哪，天哪，最近一定都不敢吃鸭了，才怪！明天就给我把北京烤鸭给我叫起来，怒吃！ 靠腰嘞，吓死我！吃那条，走开啦！哦，深空压。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要死了，要死了，我要死了！有天是不是来骗我，说这罐很香，很香，你有闻到香味吗？ Well, sometimes you eat the duck, and sometimes it eats you. 加速，最后三个，两个，一个。哎，在哪里？ 出了点意外，等一下，冷静一下。OK， 迟到了。That's the last shard. Get to the ring piece. You can't speed push your way out of death this time. 我靠，他怎么又来了 ，Daddy。回到最初的起点。 Yes, your corpse will float too. They're hiding in the shadows. That's the last shard. Get to the ring piece. You can't speed boost your way out of death. 他妈的！吓死！关啦 ！That's far enough, mortal. Here. Let me introduce you. 大鸭鸭吗 ？We can both get more properly acquainted. 黄色大鸭 Now you'll have to excuse me. I must take my leave. Business calls elsewhere. 来了，他们来了。喂，这只走鸭。 我靠！ 干嘛？你干嘛？你冷静哦，冷静。啊！啊，这样子。 把它转完是不是 ？OK， 这时候他脑残了，这可以转完了吧？什么意思？鸭子来了！啊！
不死了，为啥？他穿压了。冷静，冷静，我们这里先冷静。Use the pillars to slow it down. 来了，开转。安全，好，来了。现在我要干嘛？开溜，开溜。Getting back to the portal. 都是坏丫丫。Don't screw it up. You're not out yet, mortal. 干嘛啦你？完了，他来了！鸭鸭战车，冲啊！过了吗？我靠！我的天，这是啊！这最简单的，你们不要骗哦，那个鸭子很难哦。Joker要来了，先等一下吧，主播心累了。故事要到了，还没啊？不是第六关才有香的吗？这关还要小丑，我的天哪、啊！右下角就有一个了，还要再玩小丑。这边已经很香了，是不是最佳视野？